Yummy 素食养生料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香姐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素食养生料理。三丝炸豆腐，材料有豆腐、素蟹肉、甜豆丝、豆包丝、萝卜丝，调味料有胡椒粉、盐、糖、素蚝油、麻油及酱油，烧油炸豆腐，炸至金黄捞出，倒入少许的油，放入三丝，稍微搅拌，随后倒入水，放入调料，随后放入素蚝油及酱油，翻炒均匀，摆好豆腐盛出即可。简单又美味的三丝就完成啦。本期节目已到尾声，感谢你的观看，别忘记按赞、订阅以及分享哦。